詹姆斯13岁儿子身边美女成群，奥尼尔的儿子已同居，网友白活了都知道星二代是非常的受到人们的关注，但是体二代也是非常的受人们的关注，像是中国杨威的儿子和姚明的女儿等，这些都是备受关注的。同样 NBA 大咖的儿子也是非常的受关注。先来说一下詹姆斯的儿子，听起来真的是自愧不如。詹姆斯的儿子今年13岁，在青年的篮球队可以说是像神话一样存在着，真的是得到了父亲的真传啊，不管是扣篮还是进攻，简直是得到了詹姆斯的真传啊。在詹姆斯观战的这场球赛中，儿子的队伍取得了胜利，赛后庆祝，詹姆斯的儿子左拥右抱的都是美女找他合影。再来说一说奥尼尔的18岁儿子谢里夫奥尼尔，18岁的他现在的身高已经是 2.16 米，篮球打得更是没得说，有人说以后的 NBA 有他的一席之地。18岁的他已经确定有一位女朋友，父母已经是见过了，而且已经同居，网友们看了这些纷纷感叹到自愧不如，自己还不如一个高中生。有什么想法，欢迎下方参与留言讨论。